七夕节的话，如果你有女朋友，你会送化妆品吗？会啊。如果你很穷的话，只有预算送眼影、唇膏和这个气垫当中的一样，你要送哪一样？送气垫吧。为什么呢？气垫比较管用一点。气垫哪怕就裸妆就直接对，打个底就行了。就打个底是吧？好的。哦，这是许魏洲要送的哦。那你是那种送礼的时候，就说我自己觉得这个比较好，很适合他，还是说我先打探一下，我要了解他自己喜欢哪个？我会了解一下。你先了解一下对方喜欢什么，送什么是吧？对对，会了解对方喜欢什么。好的，暖。小公举，小公举，快把手。那你追星是疯狂的吗？因为我听你粉丝说好像是的啊，挺疯狂的是吧？我特别喜欢周杰伦嘛然后去看他演唱会，然后你就在那嗨到不行啊。我很嗨的，我一直跟着唱。是哪位明星的粉丝？明星的粉丝啊，周杰伦啊。那你们之前有碰过面吗？有啊，看演唱会啊。就他给你写歌的这个契机，你们有私底下见面或者什么吗？特别遗憾，他太忙了哦，然后时间碰不上。所以你们还没有像这样零距离碰过是吧？结束是吧？对，还没有是吧？他本人说的话，有空认识一下。你平时肯定会唱很多他的歌的了。会啊。那你洗澡的时候唱什么歌？洗澡的时候啊，看心情吧、看心情吧、那么多歌，他有那么多歌曲呢、对吧？很多很多这种有一些公开的演出机会啊，我都会唱他的歌。一个是比较熟，然后又很喜欢，也是一种。那你还是会唱自己的歌？我自己歌也不唱。新专辑的歌你会唱哪一首？忘了我吧，我首歌叫做忘了我吧。我有看那个 MV， 哦，是吗？挺苦的呀。是啊，自己一个人苦。那这个。你是说这个专辑里面有你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投射是这首歌吗？那首忘了我吧。那又怎样？哦，所以你说你自己人生经历的不是忘了我吧这个？不是。哦，所以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这么苦的时候吗？就是吃面包吃自己就哭出来的那种？倒没到那么夸张的程度，但是多多少少肯定，对吧？那你失恋是什么样的呀？会宅在家里然后大吃大喝的那种，还是要出去唱 K？ 失恋的话我会自己自我消化，如果我失恋了就为什么在七夕这个这个那么感人的，我也不知道别人谈什么失恋什么，因为我刚好聊看了你们这个 MV。 和制服天秤座，天秤座欲擒故纵还是直接扑倒？欲擒故纵，要有点小手段才可以，要套路。Thank you.